这疯狗典韦真猛啊，一分钟一个人头，暴打加强赵云，思路教学分享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小龙，我又来了。这一局是星耀二啊左右的排位赛。这个打野的话啊，还是得看典韦，为啥呢？啊，这个星耀左右的排位赛啊，典韦绝对是一个非常之强力的打野选手，听我小龙的推荐啊，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一边啊，出来直接选择红开，惩戒先不要放啊，我怕有人来搞我的，抢我的红。好，这边拿掉红啊，继续再打三个小野猪。打掉小野猪之后呢，啊，看看小地图的情况。啊，那这边法师不来，咱帮他守一波线，没有毛病吧？然后再把和那个小精灵吃掉，这样的话啊，中路法师就比较伤了，他还死了一次，呵呵，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那咱这边啊，再把蓝一拿啊，基本上就到四了。玩过典韦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呀，典韦到四级之后啊，那绝对是强势期来了。好，把这个野怪一刷，咱就可以去啊游走一波，看看是哪个倒霉蛋啊被我典韦抓到。上路这个倒霉蛋啊，过得比较前河道啊，咱抓他一波大招起手二技能减速 A 啊，瞬间他的血量 50% 掉到 0%， 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啊，这就是典韦前期的伤害，兄弟们。后期的典韦那更不用说啊，更猛更猛。把野怪一拿啊，中路这一边啊可能要出事情，咱过来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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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啊，他有名刀不会死，走到哪儿刷到哪儿，也一定要切记啊。好，下路全是残血，兄弟们，这一波不三杀吗？啊，直接大孙上香啊，直接黄刀，直接的流血流死，然后这一边还有两个人在塔门口跟我挑衅啊，这是射手，你这要不收割吗？射手，射手，哎呀，我去了，我一直扛在啊两个人的前，那个他的前面，让他有输出环境，但是这个射手不争气啊，这就不能run我了。出来之后啊，复活中路，这个他回来了，他回线了，那咱就不要去清他的兵线了，这样的话他就不容易起来，队友啊还是要给队友一点输出那个发展空间的啊。拿掉红啊，你别看这个星耀二啊，但是你没看到没有，对方都打的还是比较谨慎保守的啊，可能是知道我这个典韦很强势。再拿掉蓝，拿掉蓝，这个时候啊就到达了七级，到达七级加上10%蓝 buff 的减 CD 啊，那这一边 CD 非常之快啊，想强杀一波吗？不杀，那咱这边直接来一条龙啊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看似他们三分钟之前挺稳啊，实则啊其实他们不稳，待会儿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，给你的假象，他们啊一个个都是王者五十级，王者五十星左右段位的那个意识啊，其实这就是假象。你看又消失了，又消失了，又去上路了，这，我不在啊，墨子出来，我一在，墨子就那啥，现在人都看不见，看见没有？你这多多少少让我典韦啊有些许的生气。那咱这边啊，先把气杀到这个野怪身上，然后啊，那对方还偷龙，下路又被杀了啊！我去下路，他们不见人，我一来上路，他们就杀，就越塔。哎呦我去了！这一边我忍无可忍啊，全是残血，我这边怎么说？好，碰见一个死赵云，一个大招过来，哎，一刀直接黄刀烫死赵云，哎，他交闪现，交闪不杀啊，江湖规矩，咱这反身过来，好，法师干得漂亮。
还得我来啊，还得我来。这边拿掉他们两个人头也不算太亏，吸吸血，典韦啊，续航能力有一说一，真的是强啊，真的是强。咱这边啊，选择的是主二，主二的话啊，他这边吸血能力会稍微更强一点点啊。这一边下路啊，应该是打不起来，就一个辅助啊，咱就不用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把这个蓝仔一收。墨子，碰见赵云，这叫吓我一跳啊！他也是有点怂啊，看见我回头就跑了。墨子怎么说？大着意志力加速，叨叨叨，大招开起来，一二技能 A， 我 A， 我 A， 哎，他不大招吗？他不大招。好的呢，这给我这击飞的控制的，我这墨子都不开大的啊！我以为是 B 这个人头 B 到手了，结果被对方法师给救了。这法师挺烦呐、啊。这边下路又搞起来，我又不在，我好忙啊，我跑来跑去的。好，这边漂亮，射手杀掉射手，这边还一杀二吗？好，没有死，在那边怎么说？赵云过来了，哎，他没有看见我，直接下来，那你找死。我再牛大招，一二技能传不死，对不对？这赵云应该我弄视野，他应该看见我了，他都是，我还以为他下来要打我呢。好，这边再啊，把野怪收掉，血量又差不多了，红 buff 再一收掉啊，血量更好，更健康。狄仁杰在对方野区啊，那边可能会打起来啊，咱这一边摸过去，把兵线带过去吧。典韦的话带兵线能力还是挺强的，再把蓝 buff 一拉啊，双 buff 在手啊，天下我有，有没有问题？对方玩的属实比较猥琐啊，属实有一说一啊，但是也挡不了我典韦想杀他们的心。好，上路，他们肯定去上路抓他了。好漂亮，等的就是，哎，赵云，你看他们看见我就跑，我这一边一个大招墨子，你还跑得了吗？赵云他反打我没有关系，一技能往后拉，先杀这个牛魔啊，因为这个牛魔比较靠前，先杀他都是200块钱，对不对？杀谁都是杀。好，这一边还有一个残血，一技二技能，他明刀也要死，哎呀，钟无艳你上啊，你倒是啊，你帮我扛一下，我就四杀了呀，兄弟呀！你这么点血你都不敢过去搞他，你这个时候搞他，哎呦我去！这个赵云也是不怕死的，这么点血还跟钟无艳面前调皮。哎呀，复活出来，刚刚的四杀没有拉到，让我心情稍微有点沉闷。这边啊，先暂时找野怪出出气。这边啊，他们集结了，可能随时搞起来啊。咱想的是打龙，把他们勾引出来。啊，他们要不出来，咱就拿了；他们要抢的话，咱就打他们的人，对不对？这个思路啊就挺好。他们果然不敢出来抢，那咱就拿掉。好，钟无艳这边漂亮，成功勾引对方追他。好，我这边直接一个这一波绕后啊，极限绕后，一个大招打到对方射手，四个人集火，我没有关系，我这反杀一个赵云啊，把三个人全部打跑啊，这就是疯狗典韦啊。好，这边再把红一拿啊，可惜没有蓝了，这边咱回家补一个蓝 buff 啊。这就基本上啊，就无敌了啊！典韦啊，中后期双 buff 在手，相当于无敌模式啊。有吸血，有回蓝，对不对？有增伤啊，那还不无敌吗？
这边我来了，一技能开启啊，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。这边他们守二塔上路啊，咱这边超一波，哎呦，然后啊，搞一波，一技能加速开起来，船是我的，船是我的，哎，我这个位置很尴尬，不要紧，我极限找位置啊，极限找位置，这边杀掉两个，双杀对方啊，死掉四个，有我典韦在，真的这个游戏啊。星耀局还不是轻轻松松拿捏吗，兄弟们啊？什么钻石局不好打，星耀局不好打呀？啊？那还是你们不够强，知道吧？看看我小龙这么强的这打野，对不对？那对方铁定啊就打不过呀，能不能一波呀？但是我不想一波呀，我想跟他们再玩一会儿啊。一个大招死了。啊，这边兵线啊果然被他们收掉了，咱一波不鸟啊，兄弟们。主要是啊这个人啊，主要是他们太猥琐，我还想再杀他们几次啊。由于对不对前中期太猥琐了，让我没玩爽，没杀爽啊。这边让他把兵线收掉，让他们把兵线收掉再守一下啊。那咱下路把这个塔拉掉。啊，三路高地破掉。这一边他们输也是时间的问题啊，咱不猜，咱杀人。牛魔还知道保射手，会玩啊。我这一边过来，哎呦，救我，大哥，牛魔大哥，啊，我死了，但是队友应该能一波吧，有兵线啊，队友也不甩这一波，非常好玩，一波不鸟，等下一波吧。这银阵他 A 塔没有兵线，你 A 塔啊？好，果然一波不鸟，还得等我来啊，等我来表演。跑吧，蔡文姬跑吧啊，跑吧！哎呦，跑不掉了，蔡文姬走位！哎呀，说了走位啦。有的小伙伴就是啊，有那种位移，有那种软层轰将那种墨子的那种英雄，你就得走位，知道吗？你走直线那必中你的，对不对？得让你的庞大的身躯扭动起来啊！好，我这边来了，但是我想拉个蓝，他们好像在拉龙，我去看一眼呐、啊，看一眼。哎呦，拉完了！等一下啊，队友还没复活，我先把蓝 buff 拉掉啊。捡 CD 很重要啊，兄弟们，别看我只是拿蓝，其实我是拿的是捡 CD 啊。好，这个时候队友基本上复活了啊，直接搞，管你是辅助还是牛魔还是啥呢，直接大招就起飞，对不对？对方这不瞬间就死掉一个吗？先杀牛魔，杀掉牛魔再杀墨子，大招马上好，一个打打不到啊！哎呀，把我困住了，救我，兄弟们！好，这一边我想找个野怪吸吸血啊，不急。哎，野呢被清得这么干净吗？哎呀，不跟他们玩了啊，直接一波了啊，兄弟们，这我这波兵线带进去啊，直接一波，不跟他们嘻嘻打闹了，真的没意思啊。主要是再拖下去可能会输，对不对？直接我在这一个大招跳进去，一二技能直接一波啊，跳进去一二技能啪连人带塔一块一波。这就是疯狗战神典韦啊，打这种星耀钻石局那简直就是切杀人如切菜啊！银牌战士三连绝杀，11.4 MVP， 23.6%的输出伤害。兄弟们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关注哟。